世间散播着恐怖。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， 平 A，A 接扎 ，A 两刀。扎一刀 ，A 两刀 一个兵也别让他补啊！能扎着不？费点劲。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平 A。平 A， 扣闪接点炎扎两刀死，这狗头人就不能让他补刀。没有多少血了，这波啊！扎一刀 ，A 两刀 ，W A 两下，扎一刀，回血，我能回血，你能回血吗？还好这下没被他打着，我仍能听见他的哭喊。W 一下扎两刀，扣一下 A 两下 E 一下平 A 平 A 平 A 再 A 一刀扎一下吸，我还可以抠兵呢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别给他叠扣啊，说还得给他叠扣的呢，他三层扣。狗头人九层扣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的，不是帮他叠的，怎么能可能还能帮别人还叠扣呢？扎一刀，一下 A 两刀 ，W A 两下，扎一刀 A 两下，行嘞，打回家了。控守兵线啊，千万不能让这狗头人玩一下，中。扎两刀点炎扣一下，扎两刀吸，炸接炸，
先吃个塔皮。扎一刀 A 两刀 ，W A 两下，平 A 接扎 A 两刀接大招，击炸！现在是21层啊，看好了，看看狗头人是多少层。刚才是18层。一会儿看看狗头人出来是多少层。啊，18层，那就不叠。扎一刀。再扎。回不回家？不回家，再杀他一波再回家。他生了，他生了，好像不太好打呀。狗头人溜了跟没溜可不一样。我如果没有大招可能会死。但我差点钱还要了。没事，不着急。中，扎两刀 Q 一下，扎两刀 E 一下，平 A 平 A平 A 接扎，闪现扎两刀接点烟，吸炸！你甚至不如老李。是塔皮。打不了 A 两下，扎一刀 A 两刀，扎一刀，哎呀！有点疼。往左边走来啊。狗头人放弃了，狗头人。三个多兰戒，把上塔推了。他们家打也是蓝枪吗？蓝枪发育怎么比盖伦还好？
扎一刀。人有点多啊，他不太能打，算了。打不了，扎两刀，扣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， 平 A 接大招，吸，扣一转，给大招中 A 两刀，扎一下，吸，瞎眼吧，穷途末路，快速拔枪，接大招 A 接扎一刀，吸，一，给大招死了，妈五个人啊！哎呀，我天！没有防御塔就能五杀，你要有防御塔不行。破败在哪里呀？2900。这样吧，我有一法可解，一左耳朵一定会找到你。小龙可以来一波，中，扎两刀，扣一下，扎两刀，平的，吸。绝不动摇，中，扎两刀，扣一下，扎两刀，扎一刀，扣两下，击，炸，闪现掏，吸炸给大招 ，A 接扎接 A 两刀吸。这乌鸦正是我经常玩的英雄，一扣瞎眼吧，给大招 A 平 A 接扎接吸。ADC 怎么回事儿呢？这么狂吗？这 ADC 中，扎两刀，扣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C， 可以走，问题不大。上路没了。都在我身边，我看见你是周围的客人。蓝枪，蓝枪在蛤蟆，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套点盐平针吸，瞎眼吧。什么意思？把狗头人给我杀了 ！A 接抓 A 两刀，钻入狗的身体，炸！扎两刀，扣一下，扎两刀大走，扣一下，扎两刀吸，冲啊！不
回家。他们家的阵容，木坑出点吧。明天还有没有双倍亲密度？明天也可以开一个，我想想啊，因为明天有超级粉丝团嘛。明天开一个吧，要不明天周六嘛，明天周六超级粉丝团要是抓一刀，你成功的惹怒了我，今天你不死，天理难容。啊，真肉啊。明天开一个，如果明天进超级粉丝团再开一个，后天再开一个。这怎么全死了呢？小龙可以要，明天要进了后天再开，明天要没进后天就不开了，行不行？哎呦，你俩搁这干哈呢？别着急啊，先不上，没有大，这波没有斩杀，没有大，扎一刀 A 两刀 W 点烟平 A 两下 A 一下 A 一下接大招，吸枯萎炸接 Q 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接吸一上来瞎眼吧，穷途末路接大招 W A 两刀 Q 一下平 A 接一吸一 W 接炸接大招 Q 闪吸虚空锁敌。开中塔吧，差个谁呀？差个盖伦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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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五杀拉倒。有蓝 buff 吧，把蓝 buff 打了。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救命啊！这也能掏着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乌鸦掏人掏的有点准呢。
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以为皎月能把龙抢了，白预感了。对面这波至少大龙加两路，大龙可以给，两路有点费劲吧，两路。你给我杀他！你这不有强攻，你给我点他！刚才有双枪的时候不上。对面其实是四打五，这边四个人打我们家五个。据说在这里啊，现在是土龙地形，我啪嚓放个 E， 这盘游戏直接结束，不知道修没修复。盖伦出来了，盖伦是不是打蟹呢？谢谢你的蟹。试试呗，那不能试，那能试吗？而且我优势局我试他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们是要赢的。你干啥呢？扎一刀 A 两下，平 A E A A 扎 A 两下，平 A 平 A， 大招过来 A 接扎接 A 两刀，西炸。枪行啊，敢过来瞎眼吧，定不能上啊，这给我掏了就完了，下路拆吧。其实小龙先拿了，先把小龙拿了。盖伦干啥呀，欺负辅助。算了，不上了。画了一个爱心，看着没？怎么回事？我把这乌鸦杀了，杀一刀 A 两下，吸炸！掏回来，吸炸，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 A 接 W 六 E， 死了，换他一个春哥。合适不？我觉得合适。这一波我们并没有说是丢掉什么资源，换他一个春哥其实是赚了。我再来个什么装备呢？我搞个这个怎么样？出点什么呢？九头蛇呀。来个蟹手吧，我其实我来春哥也行，差五十块钱。
干啥呀？这俩人。觉得福耶哥这英雄后期伤害好像有点低，掏回来 W 七，哎，这咋这么痛啊？哎呀，漂亮，扇着吗？卡莎打人真疼，这英雄。能打过他吗？那不扯淡呢。大龙刷了，下边得打大龙。板甲没用，不如蟹手，蟹手也没用，蟹手不好用，整点吸血吧，我这是虚区是有点低感觉。你自己打呀，你等一会儿吧。自己打农费点劲吧，老马驹。来干，可以干一波。等一下卢仙，那卢仙不知道干啥呢？卢仙。不用，你直接过来团就行，他们家少人。那怎么整呢？那干吧呢，杀 ADC 看能不能杀得了吧，挺害人呢。我扎一刀 A 两刀 W 两下吸 A 接 Q 接瞎眼吧吸接大招一下给你拿个五杀要不要吸 W 我近期跑得有点快呀。直接杀就完事儿了，哎呀 ADC 没啥玩儿了，虚空锁敌，这英雄能不能 R 闪？应该不能。对，别投降，你知道吧？哎。